2021雷翔中国复赛第五场落下帷幕，白金选遭遇各队阻击，连战两局。你想保留，我就不让你保留。我休息一下，全力吧。天上掉下来个小水壶，中了奖吧？白金选赢了。唐鹏飞、唐满意现场 PK 秦雪梅。我应当再升个调，唱 F 调，我马上唱秦雪梅。开口跪，挑战与感动同在，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我太心疼他了，感受到你的爱，爱你，李欣。奋力一搏是对对手最好的尊重。第六场复赛收官之战即将开启。哎呀，每次见面都这么开心，欢呼雀跃哈！再鼓个掌。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场的复赛了。哎呀，回想起上一周，我相信大伙儿的心里都和我一样很不平静吧。哎呀，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周雷达队赢得了发球权，但是周雷达选手已经全部比赛结束了。周雷达队长发球权可以转移给其他的队长，我们都不要，我们一致。周雷达，你想给谁？其实我最想给的，我跟你俩想的都是一样，我还想给白。哇，不谋而合，不谋而合。但是我觉得老白，你今天心情肯定是会很复杂的，痛并快乐着。痛？按照我们的赛制，今天在你的战队中。至少会有一组队内的厮杀。哦，就是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是的。你们仨啊，你们队长，有点缺了啊。哎呀，不过比赛吧，玩的就是心跳哈，所以现在就请队长老白来进行选择。思雨出战，为什么会选思雨呢？绝对是实力上阵。做好准备了吗？我做好准备了。还有两个战队，一个是唐满意的战队，一个是韩鹏飞的战队。我们就选张小勇队的司令。咱们现在，你是不是要唱？无所谓，不管谁选谁。无所谓，不管选择谁。无所谓。那咱们就台上见吧。好的，加油！谢谢大家，加油！把车里给了我，我也得带上好心情啊。我是白金选战队的王思雨，从小学戏，半路改行，也找了其他工作，就是感觉没什么意思，没有那种灵魂上的那种碰触，我还是想唱戏。嘴皮要紧，再往后。一提唱戏，反正最有精神，就是能找到自己那个自信，想着来历山春。而立之年，更加清楚，戏曲是我心中最大的牵念。今天我必须为自己的梦想拼上一把。我是张小勇战队的司丽娜。一上舞台有点紧张。我想来练练这个心理跟胆量。张老师他心里好，动作不到位的时候，张老师都是他可以带领我表演。眼睛笑看的样子，他也没嫌我笨。现在唱腔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想再来学习学习。生活中必须把对手看作朋友，擂台上是朋友也得当成对手。全力而战就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我的子语，哎呦，他入戏很快啊。情人哪，
庄喜其实宣的时候就逢仙克打，唱好了是一段非常好的戏，唱不好了那个花音你就一击致命。不圆润。挺可忽认的这嗓子哈，他演的这个人物也不对，就味道缺一点。夕阳不倒，人长成人，多因真相不倒，可惜中王未成国君，这才是上苍渺渺有恩惠，从今后娘不离家儿，儿不离娘亲。介绍一下，别人说丽娜，丽娜来的，她叫这个这个字叫啥？叫啥？问问老师们，这个字咋念呀？斯丽娜，斯丽娜，哎，是吗？不是，你蒙对了。斯丽娜，中国的八大古姓之一，啊，这个姓氏呢，它流传于我们的山东，还有我们河南。我跟你说，我掐指一算，你老家一定是清风的，对不对？对，这您都知道啊？那当然了啊！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会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不是就是个，这是诸葛亮啊！我们这边的王思雨，你是白队长战队当中最能吃的一个，对，最能吃，吃不饱没法唱，在集训的时候，每一顿都要加餐。吃的人全走光了，我得陪着他，关键我陪着吃也吃不饱。你一顿最多吃多少啊？我能一直吃。嚯，对，一直吃，从坐到桌上开始一直吃完，走光他还得吃。你说完这之后，你能把满意给气坏了。我跟你说，幸亏我没去，我去我估计哪一次我都吃不饱。就是因为来我们梨园春嘛，怕这个气息不够。然后来到我们梨园春之后，就是这一个月我一直在加餐，但是加餐啊也没有胖，关键是，哎呀，你说这话气死人了，气人了，气人了。你们两位女生呢，是咱们这场的开头，我觉得能感觉到紧张，但是呢，我觉得思雨啊，我要给你提你的问题呢。有很多。首先呢，我觉得你的优势啊，你的优点，你一上去呢，你就很快的投入到角色里面，很认真，而且我也看到你的眼泪。首先呢，把自己感动了，但是呢，你没有跳进跳出的表演，那你一直投入到里面，导致你的声音不能完美的呈现出来，而且你的气息呢，你也控制不住，把自己的气换足了，然后你才能很好的把后面的脱腔给展示出来。丽娜，你的吐字不清晰，你里面比如心暖如春，
啊，注意字头、字符、字尾，一定要舌尖用力，然后你的字呢吐出来就特别的清晰了。丽娜，您这出戏里是什么行当？嗯，就是也是国度一狠，就是施若老师唱了。哦，王老师说了是青衣，你给我的感觉是老旦呐，丽娜。啊、哦，我也是感觉是老旦。他一直在插着腿嘛，但是感觉是老旦。对他的那个气场啊，气质，刚才老师说你那个感觉是，你是这种眼神，这种感觉，包括刚才老师说你这个站姿什么的，你是青衣啊，不是那个老旦，啊，请你在行当上和你的整个人的气质上来规定一下。说心里话，三天训练已经不错了，年轻20岁了都。以前是感觉70多岁的，原来70-80，往前探那种感觉，现在到60了。原来演的老奶奶。思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唱美声吗？不唱。你练习过吗？练过。你现在的唱，你的这个拖音的时候，让我听出来有美声的那种感觉，这跟我们戏是完全相悖的。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就是男生有变声期嘛。哎呀，怎么闭口音唱不好啊？然后开始啊，我的爱。请你经常的把这个感觉呀、啊、往戏上靠，你就是唱我们戏曲的，唱我们豫剧的。他就是学一些声乐，可能会掌握一些科学的发音的位置和方法，但是归根到底，唱戏是要唱味儿的。还要找到那个戏的神韵和味道。你们唱的是同一个剧目里面同一个人物，但是是不同的唱段，你们都有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可能从声情并茂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丽娜可能更胜一筹。对，就是思雨可能回去还是要在这个我们的表情啊表演上啊再斟酌一下。思雨把这比赛看得太重了，你不是这种水平啊，你今天发挥了有50%吗？我觉得有点紧张，最后气儿整个完全拖不住了都。我跟你说，你现在可能舞台经验太少了，如果拖腔你拖不住的话就收，你不要拖那么长，你就收，没子弹了就不打了。其实我们应该能理解他的压力，就是对军选战队来说，每一轮的胜利都很重要。好，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接下来邀请我们线上的观众为两位选手来打分了。四丽娜、王思雨，请打分。二选一，你会投给谁？好，在揭晓观众和老师的得分之前，还是要问一下我们这一轮的队长是否要行使我们的表演价值权。白队长，算呢，还有三个人吧。白老师，三个，一手心的汗呢，还得算一算。我这一关我可以不行使，但是我随时欢迎挑战。唐满意最好行使，这样让老白每次都多一次机会。不是啊，我本来我是想放弃了这个的。你是挑战了，这是不叫挑战。但是我首先得表明我的态度，是吧？这一激我不行，我今天我非得这个去挑战一下。好，可以，今天晚上我也豁出去了，没事，随时。啊，白老师专场转场了，杨丽来六，老白来了。白老师一会儿该我了，我还没使用我的权利，还要再六开老白吗？我都把段子准备好了。好的。看他眼神儿。Yeah.
掉板了，扣分儿，扣分儿。故意在放水吗？你敲钟，你买卖，你公公没让我偷钱走，他要了最后性，男女老少齐上阵，咱全家拧成一股绳，为难免去。我都很担心他 F 掉这句能上去。三颗心贝利，上去啊。够了一下下来了，挤压别坑上去了。就说俺的大女丧黄泉那个活人顶下了死人计，抱丧娶到他家园，有钱咱就早亲成，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一用口也难咽呐。婚姻之事我就缠，哎，我给个的大女领配男，心中早就了有主见，找一个又有钱呐、啊，还有有势啊，有钱有势有装天呐、啊，笑上来。上去外人见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想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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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会儿白老师得唱屠夫状元，三个人三英战吕布，有没有？有。对对对，来吧，接下来看看我们线上的观众，请打分。白老师，白老师，白老师，加油，加油！赢定了，你看看分儿。哇！祝贺被挑战的白队长获得了这一轮的表演加持的分数。好，来看看两位选手，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观众得分情况，请看。好，观众得分：王思雨270分，斯丽娜230分，差距很小。接下来九位评审，请表决。八位评审投给了白军选战队，加上240分，有一位投给了代替张小莹出征的唐满意战队，加上30分，那么还要叠加刚才队长表演加持的分数，为我们的王思雨再加30分。祝贺王思雨进入下一轮。谢谢。哎呀，我得谢谢李娜，李娜给我这机会了。哎呀，白老师，下
下一段戏赶紧准备好啊！啊，我用什么东西？我已经想过了，没有选择，只有冲。他们三个队长也是为了成就你，没有发挥出他平常的水平。最好的紧张，就像舞台经验可能比较少啊，像过山车一样的。好吧，我想经历过这次起伏之后。可能下一次在半决赛的比赛中，你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心态了。加油！加油！谢谢大家。他雷达他没人了，这个权利他可以给鹏飞，也可以给满意，但是给了我。就是想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他发起挑战，他会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唱，这就是他的专场，会非常好玩。真是车轮战，一发一发的轰炸我。我今天说真的，这两场就像过山车一样，夸上去，哇下来，就这样。我从来没这样过，这对于队长的心理素质上来说真的是考验，所以又给我一次冲出去的机会，继续上场为孩子们拼最后一把，不管输赢我要加油。周雷达队和张小英战队已经清零了，现在只有韩鹏飞战队还有一位队员。对，选咱们队啊，肯定是要有一组是你们队员之间的 PK 了，所以你一定要选好你下一个派谁出战。其实对方队来说已经没得选择了，只有一位选手亚珍了，接下来你要留下谁和谁 PK， 这是你要考虑的。手掌手背都是肉啊，谁打谁我都难受，这要考虑考虑。打个比方说，现在我让你出战，谁先出战？好啊，两员女将啊，亚珍来了，来来来，抱一个吧，来抱一个。你看，两个都是很活泼乐观的女选手啊，那今天服装也特别像哈、啊。唱的也是同一段戏，《一声娘叫的我心酸阵阵》。这么巧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段戏都是我为他们两个人辅导的。曾经都在你们战队吗？没有，因为我们跟白老师交换，我的曲剧我不会，我给了。我给他辅导曲剧，他给辅导豫剧。啊、哦！谁都没想到会这样。其实啊，唱到最后，我感觉我的队员也好，他们的队员也好，都是实力长将，因为都是没人敢挑、没人敢动的选手。两者强将，实力相当，狭路相逢。李元春真好看。狭路相逢，勇者胜。对啊，你们是不是先给自己加个油？加油！加油！加油！换下阵，你坐下。心话啊，中、啊！楚慧芳，你听好了，咱俩舞台上见分晓吧！啊啊啊！加油！加油！加油！我是白军选战队的朱慧芳，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上咱们李元春，完成妈妈的遗愿吧，算是。一出来，感觉我们要学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一声娘，你这后门一响，你都进入感情。这十多年受的不是人受的罪，体现出来。脏点儿不说，我真的意识不到。以前就是没有老师指导，就是看视频。现在有导演、老师都指导了，就是肯定收获真的不一样，收获挺大的。对我来说，在竞争中学习，在对抗中成长，是这个舞台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我是韩鹏飞战队的范雅珍，我们队长嘛，抠戏真的非常的就是细。你把你把你娘子唱出来，不要美，你不要就是你的音色去要爆发出来。你看，就他跟我说之前，我都不知道，哇，原来戏还可以这样唱。戏曲让我找到了真爱，为了赢得比赛，全力以赴。就是我回报戏曲最好的方式。
台上还挺老练的，很稳啊，嗓音也很通透，就立在这儿了。这个是同一段戏，跟包公那个一样啊，这可比性太强了，可比性太强了。哪一句好？就是好坏，就是大家会一目了然。对对对。非常难唱，就是放必须得放出去，收的还得立马收回来。这两位选手都是红裙子，都带花，唱的唱段也都一样，商量好的吧？这是这一轮没得可选，最后一位选手全部清零了，下一轮更好看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两位美丽的女士啊，然后唱的同一个唱段。咱们先说说那个朱慧芳，我觉得她的嗓音也特别好哈，嗓子也宽厚也明亮，唱的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就是老是感觉就是情感上没有一下到位，在这个演唱的技巧上，这个抑扬顿挫上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唱段，我觉得处理得不好，老是缺那么一点打动我的感觉。这个范雅珍呢，说真的，要完全论嗓音条件，我觉得她没有朱慧芳的嗓音条件好，但是呢她确实要比朱慧芳会唱。首先她就是一唱，这个唱段的细腻啊，这个该要劲儿的时候把劲儿要上去了，但是该含蓄的时候你沉下来了。欣赏完两位演唱以后呢，我发现这个舞台节奏稍微有点不太稳。这一段呢就是情绪上欠缺一点，范雅珍就是这段的就是
收是特别的不容易。我们比赛啊，就这么短的时间，就这么三五分钟的一个唱，就一下你得把观众给拿住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怎么能打动观众，首先自己得感动。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就是通读唱词，把唱词的中心的意思要唱懂，要读懂，要理解。你想想，人什么最能打动啊？就是咱的娘，就是咱的儿，他练住心了啊，那个情感的爆发力你们都不够。雅真的有一点特别可贵，收放自如，该收的时候他收着唱，实际含着唱，是最能打动观众的。但是最后的爆发要爆发出去。慧芳，你唱戏啊，咱河南话说就是有点肉，你不是带着在唱，好唱家是乐队跟着你，你要带着乐队走。现在是乐队的即兴爆满，你好像就差那么点火候，就是不催情，不把这个情感呢该爆发的都不着急。比赛比什么呀？就是比我们在舞台上的劲头，就是比能不能打动观众。就这么点时间，戏是这样的呀，不成魔难成佛，一定要投入，真的去爱他的时候要去勤学苦练，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希望你们越来越棒。谢谢老师。接下来邀请线上的观众为两位选手来打分了，朱慧芳和范亚珍。来，线上的观众请打分。加油！贾曼，贾曼，韩鹏飞又该挑战了。来问一下，挑战的白队长是否来行使表演加持权？我要行使我的加持权。哦，他没有机会再用了。没机会再用了，我只有如此了。鹏飞，对不起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两位队长的表演加持环节，有请。其实我还真是挺感动的，队长都真是拼尽全力了。沙中沙道也出山，一起茫茫回茫然，我干嘛带我心子善啊，我妹妹心里的手巧真皮线，世上的巧手有钱玩，人家的跳神啊更稀罕，我认了个干妈和妹妹，谁知是啊亲生母女的团圆，如今我一直寒暖有人关怜，放过江心不作难，小宝物在我那个金銮殿，粗茶淡饭也香甜，今日挣了钱三串，只给我妈扯了一件粗布衫，成了红糖撕也不撕两半，又买了一把筷子两个碗，外带一包大青盐，我的好妹妹呀掉的鞋穿烂，要亲自给我弄双新鞋穿。
唱傻子的哪一个感觉呀、啊？这是那个周凤莲那个风劲儿啊，没唱出来，但是她的音色真是完美。我就是那个三首歌，今年冬里周凤莲啊，周凤莲在江里洗的漂的的，这个晋级名额的状况是韩鹏飞队长暂时领先，五位选手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对，周雷达是四位选手进入到下一轮，然后小英是三位，那么白队长是两位。所以呢，还得专家老师们多多支持。我也给我们的选手拉了票，按说他的演唱今天满分，在我心目中他今天表达得非常好，所以不管输赢，我觉得你都是我们战队最好的、最优秀的，今天发挥最棒的。哎，谁会赢啊？是吧？肯定是白景轩。你要支持的话，我也支持白景轩啊。看一看我们线上的观众，白军选队长和韩鹏飞队长，线上的大众评审，请打分。队长的分数齐头并进，加油加油，老白加油，老白加油，老白依然是齐头并进，老白加油，老白加油，快点机会，快点机会，快点机会。天哪，第一次出现观众打分屏。两位队长都不能够获得为自己选手加持的分数。来，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观众还有评委老师的打分情况了。来，先来看一下线上观众的打分情况。观众为白军选战队打了205分，为韩鹏飞战队打了295分，观众得分依然是韩鹏飞战队领先。接下来九位评审请表决。有七位评审投给了白军选战队，加上210分；两位评审投给了韩鹏飞战队，加上60分。不加了。好，好，哎呀，好，真鲜呐！最后得分，白军选战队415分，韩鹏飞战队355分。祝贺白军选战队的选手朱慧芳，祝贺！白军选真的不容易，真不容易，老白真不容易，老白真不容易。我现在我真的头疼，头特别，从来没有头疼过。我这长这么大没有知道头疼是咋回事，这次头疼，我心脏跳得太快，当当当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结果我他输赢你去判断不了吗？对手很强，好戏都在后边，一点都不错。凭良心说话啊，我的选手不错，但是跟他还有一定差距。当时评委在点评的时候，你什么心情？我心里已经没谱了，我要再拼一把，所以我说我。你当时没谱是觉得他也许赢不了？我感觉他可能赢不了，所以我要拼一把，加时。
哦，结果没用。尽管我年纪大了，我还得不服老，但是为了孩子们，为了队员，我即便是输了，我也输得心甘情愿。白老师，抱抱。我们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队长的那份情谊。真的是白老师，真的是对我们太操心了。能是哎呀，就每个环节都在关心我们。可以给大家爆个料，其实当年我们在搞刘元春20年力主争霸赛的时候，军选就很犹豫，自己参赛的时候他就很犹豫，但是为了他的队员，他是一往无前。我说无所谓，我唱破音都没事，最重要我能上去了。我感觉这是一个团队作战，不是一个人的作战。我们一起来拥抱一下吧，这个团队。谢谢白老师的操心，辛苦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一路陪伴啊！感谢你们相信我，说是你能到我的战队，我都一直很开心的、啊。特别辛苦了，白老师，我认识了一帮子，哎呀，让我心里永远一辈子忘不掉的人，真的。我也给大家鞠躬。老白比我是最年长的，我从来他自己打擂到现在，我都没见他这么拼过。都是成名的人，你让他们放下那些光环，站在舞台上重新去打分，实际上我觉得你们可以理解他的那个负担，他们心里只有我的队员，所以这个确实让我特别的感动。其实我想这也是在这场擂台赛中我们的每一个队员和我们每个队长最大的收获。其实人到最后，你能回忆起很多志同道合人在一起的那个情谊，可能是你前进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来吧，韩鹏飞，来，终于解放了，也要说再见了。能给你争口气，真的，我也想给你争口气，挺争气的呀。辜负你自我的寂寞。鹏飞，你很棒，你很棒，我拥抱一下。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感谢，一辈子好兄弟，我感谢你把我的对手推选这么好。咱们四个队长，真的。哎呀，打时间盘，你说。行。到最后，咱们几个一块比，确实很不忍心哈、啊。但是都是为了自己的队员，咱们其实咱们几个人是为了跟他们能加点分吧。都在拼、嗯，那么拼上一分也值，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今天这是最后一场，都比完了，所以说剩下的他们，无论是晋级的还是没有晋级的，我觉得，咱们永远友谊永远永远都在一起，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能也和你们拥抱一下吗？代表梨园春，代表所有的观众。真的为我们队长感到非常的骄傲。我觉得梨园春因为你们会更精彩，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为我们的队长骄傲，为他们鼓掌。为我们的每一位选手骄傲，为自己鼓掌。当在第二现场，他的队员流着眼泪，集体给他鞠躬表示感谢的时候，就那一刻，我的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哎呀，我心情特别难，我不可能到最后全是我的战队在自己打自己，龙中斗，所以我珍惜每一次机会。也就是到了后半场的时候，我们就不感觉是在打擂了。你真的是能够看到一个团队一条心一个目标一起拼。其实这几期复赛让我们选手也收获了很多，让我们队长也收获了更多的感动。我觉得这份真情真的是超越了比分，超越了胜负的一个莫大的收获。我想以后不论什么时候，他们再回想起今天的这段经历，都不仅会带给他们温暖，也会给他们力量。最后两位比拼的，请出列。就是我俩，内打我们都没想到过，
我们两个在一块打是确实真是没想到的。对我们私下的关系特别好，他就像我的大哥一样，对我也特别照顾，特别好的一个大哥。所以这场比赛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没有说有必胜的决心那种，就是正常的去发挥，享受这个梨园春的舞台。对，我也是，我们胜负无所谓，我们好兄弟的关系永远都在。对，加油加油哥哥。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两位选手就要出战了。走吧孩子们，其实他俩无所谓了，你守一个咱们都给你加加油吧，无所谓了。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我是白军姐战队的郑阳龙，也是机缘巧合，就是把我分到白老师的队，我特别开心。我劝在后，因为白老师也是唱丑角的，我也是学唱丑角的，然后我也是唱他的戏，然后他都跟我讲戏讲人物，然后丑角要丑中见美，不能让人觉得这个丑角他真的很丑，要发现他的美。来这儿就是为了享受那种登台的快感，我珍惜每一次登台机会，这一次我必须让自己来一个全情绽放。我是白金选战队的季后镇，我媳妇儿已经被白老师选走了，我感觉夫妻还是共同进退，在一个战队比较好。当时就是避免让你们俩成为对手，让我顶起一员大将。我被打下去可以，但是被他打下去我心里边有点接受不了。入房啊，整个一连贯的人物都在这个状态里边，你不能出这个状态，一到过门没事干了。从小是吹唢呐的，我欠缺的就是表演，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里有我最亲最近最信的人，有他们陪着我一起并肩作战，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六胡子，请到请让我去摇掌哎。又回来花了20块大钢腰啊。家中事事都如意耶，哎，可就是缺少个当家立士，当家立士的好朋友，我也托人把门扶。你看，我们都说无丑不成戏哈，丑行就能带给大家诙谐和欢乐。可就是害怕把我想一想，起头拍巴掌，起头拍巴掌，我打。啊，出夜来我把那女人们劝啊，姑娘小姐听管讲，过日子全凭那心眼好，别光瞧那好模样，模样好人不强，花言巧语把你诓到他手里，过三天两天都扔在一旁啊，哎呦，那都是活该。你别看我的模样长得丑啊，我日子我可比他们都强啊。里楼厨宝都会用，家里地里我全在行，哪个闺女嫁给了我，我叫你吃好喝好，吃好喝好比人强，闲暇无事去干会，多没几身花衣裳，啥事不叫你动手。嫁给我李胡子我不是说的，不说过来跟神仙样，最起码的朝主。朝主那三宫六院贵妃娘娘没着力。满天细雪
状态挺放松的哈。他状态挺好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自信吧。很自信。比较自信。满天细雪，飞彩下扬，一路春风扬回家。再上时刻又签署三年的车一马。听，再听这句啊，穷耕娃在一路发发发呀。今年李元春2021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成人组的复赛的表演部分就全部结束了。那这一轮的对抗是在白队长队内展开。今天说真的，这两个选手都像我的孩子一样，上我也不开心，下来我也不高兴，我很纠结，很忐忑，但是又没有办法。张阳龙在初赛的时候，其实跟你的队长两个恶婆婆在台上。对，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白老师的恶婆婆。当时我妈一个月给我20块钱，我要拿10块钱要去买那个戏曲碟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有一张戏曲碟片，白老师的那个恶婆婆小姑贤。对，可以说白老师是我的男神，而且我来到梨园春，刚好也分到白老师这个队，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这一轮对于你们来说，确实一家人的事儿，不好说，不好评。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霍震，你的脸上的表情的状态啊，眨眼睛、挑眉毛，请不要。你唱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状态，把你的眼睛亮出来，最好不要动，把这个眼部的旁边的肌肉，你这卧蚕这个肌肉都可以用得到。你的小嗓的这个用的太多了。你看这个李天成这样的一个正面人物，你用的小嗓多了，这个人就年轻了。就轻就飘了。这个专家的耳朵都是很尖的。对对对。啊，杨龙，口齿啊，需要再请教你的男神，都应该要好好研究这个字儿怎么把它的字头、字辅、字尾每个字儿都放得远。你现在只能感觉像是一排两排的人听得清楚，而且你还有点吃字儿，后面的尾音不送到，我不知道你念的是什么。杨龙，我老说就是我觉得戏曲它除了形之外还有神，要了解剧本，了解这一段唱腔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这些东西能支撑你们把人物饰演得更加丰满真实入心，不要在形上停留，要有神。还有后阵排练的时候我老说你，你看你的开水为什么老是烧不开呀？不管今天到没有到100度，我觉得最起码到了70度、80度，这个力度是在进步的。既然爱戏曲，请深爱，愿你们在戏曲
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越来越爱他，戏曲也会越来越爱你们的。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打分环节，来线上的观众，这一轮为白军选队长的两位选手姬后镇还有郑阳龙，请打分。白云仙，这回绝对会进一个人。啊，观众打分，郑阳龙280分，姬后镇220分，郑阳龙领先60分。接下来我们的9位评审，6位投给了姬后镇，加上180分；3位投给了郑阳龙，加上90分。好，哎呀，差一个评分的分。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最后的得分情况，郑阳龙370，姬后镇400分，祝贺姬后镇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祝贺。真是他们两个谁瞎我都心里难受，但是又实在没办法，我在舞台上那种感觉，我家拉票都不好拉是吧？拉票我都不敢拉了，听天由命吧。不管这哥俩谁赢，都是白军选战队赢了。在我心里，他们都胜了。对，我也觉得我胜了。只要站在林元春的舞台，我就享受了这次演出。当我知道就剩咱俩的时候，我对输赢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他打多少分都无所谓。对，尽情的去享受这个舞台。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为每一个战队鼓掌啊！我们的复赛今天就圆满收官了。我们现在成绩单是第一名。韩鹏飞战队5位晋级本决赛。当当当当，老白姜是老的辣，后来者居上，后发制人，4位晋级本决赛。周立达队和老白应该打成了平手，同样4位晋级。英杰满意队，我稍微弱一点，我们是3位。好，同样恭喜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半决赛了。那离总决赛只有一步之遥了，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了。那请4位队长都发表一下你们的冲刺感言吧。这个舞台既稀奇又有挑战，首先我感谢我的队员，是他们给了我自信。我最要感谢的就是黎元春，这里一定是圆梦的舞台，我们珍惜好黎元春这方舞台，并且我们要向金奖冲刺。鹏飞鹏飞是虽然人少哈，但是没问题，我们有信心冲刺下一次的这个半决赛。英杰满意，出其不意，出奇制胜，加油。虽然只有3位哈，个顶个都是精兵强将。来，雷达，晋级还是失败，要还是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向李元春的金奖冲刺。雷达出击，要争第一。不想当第一的团队不是好团队，是吧？老白也是冲着第一来的。说真的，在李元春的舞台上这么多年哈，我特别欣慰。走到哪个地方，我说我是李元春走出来的，我特别自豪。所以我对我的队友们说了，你们不管成功与否，你们都是胜家，继续努力，加油，充当第一。军衔军衔，冠军之前。非常荣幸啊，作为4个队的助理，我也想送一些我的祝福或者建议吧。第一，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所以4个战队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的激烈和残酷。第二句话也是咱们的老话了，叫狭路相逢勇者胜，所以大家向着胜利，向着总决赛，向着冠军冲呀！哎呀，刚才我还发了个朋友圈，祝贺鹏飞战队获得第一。不能把这个比赛当成成王败寇的舞台，一定要当成一个展示自己学习提高的一个舞台。已经尽力了吧？其实我们每个选手，我都希望他们能晋级。我不敢说金奖，能拿个银奖也挺好，拿个第二名都行。
虽然几家欢乐几家愁，我认为我们的比赛还是赛出来我们的实力，展示好自己，发挥正常就可以。因为这个舞台上就是害怕心态不好，挺感动的。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也是看了每一个选手的成长。不管是输赢，都是赢家。我自己也战胜了自己。这个梨园春的舞台就是这么好玩。感谢这方舞台，让我们所有人得到了成长。本场晋级选手为白君选战队王思雨、朱慧芳、姬厚振。经过六场复赛的比拼，十六位选手杀出重围，晋级半决赛。韩鹏飞战队晋级五人。陈妍希，你别想恩是个老来疯。严新磊，安静动态动。杨曼丽，徐思清。马丽娟，哇呼啦啦好悲惨好悲惨。张巧玲，白军选战队晋级四人，赵志鹏、王辉、王思雨。为什么我连连落在我身上？为什么？姬厚振，你落魄的方难为情。朱慧芳，一生娘啊。周雷达战队晋级四人，高彦宁，别人咋说我不管。马瑞，苏北超好。贺梦圆，有酒自喜。雷晴雨，房屋里一个一个一爬轮出张继刚。张小英战队晋级三人，沈彩云，下船下了手，战北的将军没有威严。杜秋燕，人生最苦心被仇。李江雪，一生就难耐一生病。十六位选手重整旗鼓，整装待发。2022年1月2日，雷翔中国成人组半决赛，不畏坚持，再燃团战之火。